这是广东湛江经典传统小吃鲜炸虾饼。今天把我妈炸了十年的虾饼的配方和做法分享给大家，学会了在家做和摆摊都可以的哦。菜市场买这种小小的新鲜海虾，去掉虾线，清洗清洗一下，沥干水分，加米酒、生抽、胡椒粉、盐焗粉、蚝油，抓拌抓拌均匀。 腌制八分钟，切一些些葱花备用。然后准备调米糊，六十克普通面粉，六十克蘸米粉，二十克糯米粉，两克泡打粉，两克盐鸡粉，四克椒盐粉，二百一十克清水，搅拌搅拌，直到没有干粉，调成这种粘稀状，加入葱花一起搅拌一下，就弄好了。 虾饼勺提前在油锅里加热，这样一会炸才比较好脱模哦。然后倒入面糊，放入腌好的虾，油温烧到六成热，转小火，再加一层薄薄的面糊盖一下虾，再放入虾饼糊，小火慢炸，两面金黄酥脆后，再转中火炸一分钟，这样虾饼出锅就没那么吸油。哇塞，出锅啦！ 在天女散花点焦盐粉，大功告成！我的童年又回来了，我要先开吃了哦。